个不平凡的家庭，背后都有一位积极坚强的女性。今天是要卖寿衣，你怎么穿得这么华丽啊？我是谁？不管卖什么都能销售一空的一姐红爱子。看似人生胜利组的她，我的女儿好棒，好漂亮，竟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。害死儿子的女人，值得骄傲吗？面对婆婆的不谅解与丈夫的软弱，老公，60大寿生日，这是我的心。像你一样的女儿，东森戏剧台真情现映。